我有个朋友在北京，我们是从上一个公司一起训练，训练到上家公司已经倒掉了，那就做出了不同选择。我在上海，他去了北京，就没有办法天天碰面嘛。成团以后，在 IntoOne 的活动期间住北京嘛，2年，这2年我几乎隔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，我就会找他吃一次饭，因为他在北京。两个人其实有点，他像我在北京的亲人，我的直观感受。心灵寄托这种。对。所以我有些时候我是觉得，在人生身不由己，或者说面临一些不同的选择，而导致大家分开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是命。什么样的选择带给了什么样的时空？对，所以我们选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唱的时候一定要去想起那些。就是又有难过又有开心的那些老朋友。